栏杆。有用的人，这很值钱。对，就好像我们放在井底了，就觉得很碍事。昨天晚上钓了几条大鱼啊？钓了三条吧。也是辟谷啊。哎呀，我都送人。送人，我都有点怕了。送一条俾阿贤哥。而家仲有两条，细条啲，我问下佢听，今晚攞俾时候。哦，昨天又是钓到很晚回家。有没有？没有。10点钟啦，10点钟翻到嚟11点。吃吧吃吧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钓鱼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上学的吗？你躲在那里面干什么？早餐也没吃，烂曲也没弄。呀呀呀呀，我的花！前两天刚买的这个花，要开花啦。这样子也像茉莉花，你看。最近这一个星期，加拿大北美这边吧，这边空气质量非常的差，因为安省跟魁省有烧火山正在蔓延，然后最近又没下雨的，就是越来越严重。现在天天这个天就是灰蒙蒙的，很不清朗。政府也呼吁大家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太久，因为对那些呼吸问题的人呢可能会有影响。今天我就强烈的感觉这个空气里的那种烧焦味，就是闻得很不顺畅。哎呦，今天来超市买樱桃，现在可是吃樱桃的季节啊，过了这段时间吃樱桃就比较贵了。看一下樱桃这个怎么样，这应该不是加拿大本地的樱桃，因为本地的大部分是在7月份才开始有，而且也不是最便宜的时候，现在是2.98一磅。它这个头会小一点，也不知道甜不甜。这个野菜花买一个，西瓜也开始降价了，6块钱，这样子比较小个。生菜特价，1.88一个。4块钱里面有4根，温室番茄2块钱一磅。那老师要买番茄，这里居然有荔枝卖，6.88一磅。你像这样子一颗一颗的，这样子看过去很干，又小颗。芒果买几个，1块钱一个。就比较深，鸡小腿1.88一磅，买一盒吧。有鸡腿，火腿买一包，买个椰奶3.3，这么贵，买个便宜的，减价的3块钱。这款米倒是挺便宜的，12块多。新南香米，泰国也是泰国的米，就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那刚刚是比较浅，现在是比较深的，应该比较甜一点。赶紧换一包。喂，搞什么 ？Hello。爽快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趴那里了，快！有这么冷吗 ？We walked a long way home。你有这么冷吗？啊？No。
哥弄好吃的，弄什么？三明治。好专业啊，什么都有。Very fancy。那你去睡觉。烤好了，这面包要不要切了？要。你跟卡罗一人一半。No, I knew it. 你吃不完的爷爷奶，你跟卡罗一人一半。No, I can't finish it. I'm very hungry. Some cheese actually fell out. 吃樱桃，今天刚买的。有中间有的都烂掉了，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坏掉的。为了一根薯条，两个打架了。我刚刚就应该把你们的行为给录下来，看一下你们有多乖哈。打工人要去哪里啊？又去钓鱼了。哦，这个卖掉了。这个我们从以前的旧家拆下来，放到现在有人买。多少钱啊？放了十年了。放了10年了。多少钱？一共有三个是吧？六个。哦，六个。栏杆。有用的人，这很值钱。对。就好像我们放在这里了，就觉得很碍事。多少钱啊？卖了。才卖了100几。190块，他很远过来的，很远过来，真冷在往南。哎呀，真有心。2个小时再说。他已经告诉我现在来了，我怎么再来呀？嗯，怕你卖给别人了是吧？他说啊，你一定要留给我，我不想我过来以后你说卖掉了。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可得。对。你看这个质量很好的，以前我们在门口拆下来的对吧？因为做挡风玻璃门就把这个拆下来了。原本的，看看我的芍药花，哇，今年开了好多花苞啊，含苞待放，漂亮。这里还有一朵玫瑰花已经开了，这个玫瑰花好漂亮啊，渐变的颜色来了。这个买栏杆的人大老远跑过来。How much in total? 190, OK, 190. Yeah. Oh.搬走喽，放了10年了，一直没用。外面卖的很贵是吧？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，质量很好的，这个很重的。这什么质量的？铁的吗？老鱼。铝的，嗯，铝制的，很好的，因为我们家也没用，所以把它卖了。你的三个也是什么？我的铝不是老太爷吗？啊，零件。Okay, one of that is the stair. Yeah, this is for a couple, yeah. Yeah. And that is a cover of the beam.So, I give it all to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Yeah,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 Bye. Bye-bye.